们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 KBS TV 幼儿园好忙啊好忙拍摄现场哦。今天季妮的职业究竟是什么职业呢？我们朋友们是不是也很好奇呢？那么跟季妮一起出发吧， Go Go！ 五，季妮也非常非常喜欢的喵，猫咪们在这里。这样看来，季妮今天的职业就是九师。对的哟，今天季妮的职业就是可爱小猫的管家哟。早上很早就到了猫咪咖啡厅的季妮，正在漂漂亮亮的化妆呢。在基尼怀里的这只小猫非常非常可爱吧，绒毛比基尼想象的更加柔顺呢。那么跟基尼一起正式到拍摄现场里看看吧。这位就是猫咪老板是吧？猫咪老板你好，基尼来帮你做事了。基尼管家的今天任务非常非常多吧。猫咪管家基尼要做的事就是跟猫咪变得亲密，给猫咪洗脸打扮，给猫咪清理耳朵，给猫咪剪绒毛，跟猫咪一起玩耍，给猫咪美味零食，给猫咪收拾便便等等。天哪，基尼今天要做的事非常多哟。正在准备拍摄呢，基尼观察了小猫朋友们，发现天哪，小猫朋友们是不是睡得好香哦？有些猫咪呢把身体卷成圆形，有些猫咪呢坐着睡觉，有些猫咪呢还会打呼噜呢。这次拍摄是基尼跟猫咪朋友们要变得亲密的拍摄哟。像这样穿着软绵绵的衣服，手上拿着毯子和抱枕的话，小猫们会走到基尼前面呢。可是刚开始小猫们都不过来，所以非常辛苦呢。基尼腿上坐着的小猫叫邦达的朋友哦，这只小猫特别特别爱撒娇，所以在这咖啡厅它的人气是非常非常高的哟。我们朋友们看它是不是也很可爱呢？箱子里面坐着的这只小猫也非常非常漂亮吧？这是哪里呢？啊？嘎嘣，在做什么呢？喵。阳光下坐着睡觉的猫咪也有，像这样走在上面栏杆的猫咪也有哦。哦，看什么？这次呢，给小猫朋友们剪绒毛的时间到了。基尼剪的话，也许会伤到小猫，所以请到专门的老师来一起哦。接下来是基尼要跟小猫朋友们一起玩的时间了哟，拿着小猫们很喜欢的玩具来，跟他们一起玩玩看看哦。嘿呦，嘿呦，嘿呦，嘿呦！好冷！哎呀，好冷！中间休息的时候，边等边跳舞，还跟小猫朋友们对视了哟，还有少不了的跟小猫们拍照留念哦。嘎嘣！这次呢，基尼来到了室外了哟。就是要清理小猫们拉出来的便便的时间呢哦。基尼把小猫的大便小便清理得干干净净了哟。清理之后，基尼跟猫咪朋友们一起玩了玩火车游戏哟。因为小猫们很喜欢箱子，所以基尼以为玩火车游戏会很喜欢呢，可是基尼动起来，朋友们都走掉了呢。开心的玩了玩，那么现在轮到了给朋友们美味零食的时间了。基尼也跟工作人员一起给零食了呢。基尼很喜欢的金枪鱼喂零食也有。朋友们，基尼在非常冷的天气里很认真工作吧，
是吧，姑丫丫？哎呦，好冷！好，终于轮到了最后一步了，我们朋友们很喜欢的好忙啊好忙跳舞时间。公开啦，好忙啊好忙拍摄现场了，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好玩吧？其实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冷，可是跟这么多可爱的猫咪一起玩，所以很开心呢。我们朋友们也要开心过每一天，还有经常